零五十三，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玲玲。今天我们要开的是，小猫咪，这是小宝宝吗？就是这个，懂了吗？这个，以前我们有这一组，对。好，就是我的，就是我的，就是旁边，我这只很大盆饲料，可是我不知道小盆饲料还有没有小猫咪，我找不到。好，这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不是你开的。好，我们先看看这是不是我爱的猫咪小鸡，这个。好，这个我也来看看。我也不知道，我要的是脚绳鼠的。我的是电脑猫，我的是小金猫。哇，小金猫，你好羡慕你做到小金猫，好装回去了。我抽到是的，是我们刚才看的。放到前面去，对。迷你小猫咪外套猫，好装上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小金猫。我的猫咪，小猫咪。是霸王猫嘛，卫生纸猫。刚才那两只呢？刚才那两只给镜头看吗？偷到的卫生猫。啊，姐姐你要挡住我的路，怎么？你又不是猪脚。对，我不是猪脚。在、啊、我们金角了，这个这只就都不见了。我看一下。就这只。这要这样看。这个呢是我的猫咪摔倒啦。卫生猫，你看我的猫咪摔倒啦。好，我开这个最后一个，期待期待，姐姐喜欢的报纸猫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一直追求喜欢、电视猫，没拿着吗？电视猫，他们在教那个烟鱼，鱼外面煎盖鱼，就关起来电视，原来是电视的背后，哎，快手干嘛干啥？就打开就可以了。我收我种的，你收你种的哦。嗯，请你不要随便乱收，要收。哎，你刚才收到我种的，没有关系、啊。我是收到那个、啊，我是收到你种这个。我刚才我这个是包这个的。这个也是我种的。然后，这个我种的是这只。然后我是种小鸡嘛，对，你是种那小鸡的，你是帮我种稻的，摔倒。